对方跟他讲，要在这公园见面。啊，不过这公园这么看呢，是要倒去等啦。对方爱我家己一个人去赴约。袂个啦，你一个人去又是危险啊。啊，不过讲我若无一个人去，伊就袂出现。真无简单，才有大姐的线索，我无想要安尼放弃。好啦，阿婆，你就跟伊过去啦。阿母，你家己在前面说的，万一有啥物状况，你有关于卡这手机的快捷键号，知无？小心来病院哈！